好家伙，男粉应援千千万，你看哪家才是 number one？ 明明都是演唱会男粉，可这应援却天差地别。王心凌，一个掌管古希腊中年男粉的神，一开口就能让全场秒变人体节拍器。一首哒哒哒，甭管台下坐着的是公司老总还是品牌 CEO， 一个个和参加军训似的，答完就坐下，礼貌又克制。不过蔡依林演唱会上的男粉可太难对付了，不仅场外争奇斗艳，到了内场更是稳定发挥，感觉台上的蔡依林此时都没他们跳得精彩。怪不得都说全场只有蔡依林和荧光棒是直的，剩下的全在台下扭呢。如果你问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我猜一定是父母的思想工作，就连现场保安都不敢轻易和他们对视。而像是从二次元走出来的美伊里芽，参加活动演唱极乐净土时，由于主办方的原因，麦克突然没声，没想到台下竟然直接爆发军训式应援。果然，永远都不要小瞧宅男的力量啊！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儿吧，我们明天见。